大家好，我是王学龄。今天我们从孔子庙堂碑中唐、党、当这些字来讲一讲运用形上下结构字的解决方法。审美是个古今热议的话题，我们传统理论中和善中的概念在阴阳、动静等两端兼容的基础之上，通过融会贯通的类似手法得以根植并且发扬不息。不仅古代，西方哲学界也一样在讨论美的形式和本质的问题。在美的表达中也有类似的核心原则，不管是黑格尔的主观客观的理性感性的和谐统一，还是奥古斯丁知与整一的和谐美感，我们能够从中理解到中西方实际上对于美的意境、美的原理、美的标准都有同样的和的追求，并且这个和不是平分，不是盲目地立足于中间，这个和中协度是取在稍有失衡的终点之处的。比如黄金分割的1:0.618，其实我们所要追求的美是恰好，而不是正正好。恰好这个词儿充满了山重水复蓦然回首的那种动态的美感，它是内里蕴藏了众多积累和众多爆发的关键点。在我们了解了动静收放对比的协调之后，所要思考的是这些关系中度的寻找和表达。首先的一个原则就是不一定正选正中间。青梅煮酒是一种美，倚门回首秀也是一种美。我想说的是，无论怎样，作者都不会直接地像苗靶子那样的正中来取景，而是善于选择角度和渲染。上几节课我们讲了包围结构的字和左右结构的字，这节课我们仍然讲结构，讲了结构再讲用笔。结构就好比人的骨骼或者建筑的框架，不能承重可是不行的。我们从孔子庙堂碑中选取唐、党、当三个字来讲解。三个字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上字头，上字头是俗称，在字典的部首规律中，唐、党、当分别属于土部、黑部和田部。也有人把上面这两个部首叫做小字头或者学字头的，这里我们不去做规范，但为了方便暂时把它叫做上字头。上字头的特点是在整个字的上部出现一条横贯左右的长横划，请看图一到图三所表示的红色线条。我们可以看到俞永兴对于点儿、横折、读音密，意思是覆盖这个横划，有圆转、平直和
先抑后扬三种处理方法。根据这三个横画的俯仰或者说弧线的不同，其下这个口字结构的方正程度以及开张角度也都随之呈现了不同的形态。大家看口的部分，我用红色线表示方正程度，绿色小横线表示开张的角度。这个开张度指的是笔画和水平线之间的角度的大小。这里所要说明的是，为了这个便于看图，在三张图里口部分的底边并没有画成和字的笔画完全吻合。希望大家呢注意区分。很明显，当上字头的长横画呈现为上弧线的时候，它下面的口就相应呈现出正梯形，以顿失的底边来对应上面的饱满之感，这是成正比的，是呼应，不是对抗。同时，口部的内立线条基本保持平和稳定的样子，如同一杠一所示的这个堂字。接着看图二杠一的挡字，长横画是平直的，与之相呼应，它的口部的位置也相应地居于中间。相比图一杠一，堂字的口部、挡字的口部开张的角度要小而且灵动。再观三杠一挡字的口部，长横画是先抑后扬的，口部结构的角度又显得大而且沉稳。同时，口部的笔画增向七尺，比如口的上方这个小横划，也就是绿色线标出的部分，它做了先抑后扬的下弧线状态，而口的下方这笔小横划也呈现了下弧状态，这是弧度的最高点偏向左侧，以此来呼应它的上一笔小横划，并且又有区别。左右两边的小竖划一动一静，一放一收，又互为了区别。回过头来再看挡字，如果我们沿用一条线，把挡字的离部结构的上面一笔小的横画也标示出来的话，它同样是先抑后扬的下弧状态。这样整个字在由上而下依次为上字头、口、里的结构里，就表现出了踏步律动结魄的感觉，直到里部的最后两行又回归平直，以严整来包含承载起来上面的不同动态，好比是地平线承载着其上的各种绚烂。我们再看看当字，上字头的长横划为略微向下的弧形，它的口部的开张角度也相应是最小的，最为平和，形状呈倒梯形，两边的小竖划都向内里收缩。讲过了横划之间的那种律动的渐变关系，我们再用黄色线条把这三个字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所占的比例框出来，对比着看一看，总体看来都可以类比为黄金分割的1:0.618。在上下两部分所占高度的对比中尤其明显，其比例的分配依据的是下半部分字形的笔画多少，有着相应的区分。具体来讲，密布横画的弧度越大的，其
上半部分的题记所占整个字题记的比重也就越大，密布的横花越发平直的所占题记的比重就越小。再看这三个字的基底部分，是映照文固感还是无动感？运用型在此仍是采用了我们刚刚讲过的构字方法。我在刚才画过了黄色方块图的基础上，用蓝丝线把基底结构标了出来。大家看，小的蓝色梯形是下半部分的笔画结构的外框，大的蓝色梯形是下半部分和中间口部联合为一体的外框，也就是小的蓝色梯形代表上下结构字的下半部分，大的蓝色梯形代表上下结构字的中宫加底座，这就是两者的形态。对比图来看，在整个字的上半部中，密的横画弧度大且向上弯弧时，底部的梯形夹角也就越大，越追求稳定感，比如堂字。密布呈平直时，底部的梯形夹角就居中，比如挡字。密布向下弯弧的，底部的梯形夹角就最小，以跳跃的动势来冲淡上面的一字的力量，比如当字。这就使得整字的气息仍是恬然不躁动的，但内里又是充满了对话，像是有万千思绪一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看这个梯形的夹角时，要从延长线的夹角来分辨它的大小。大的蓝色梯形当中，密的横画呈上弧形状的，所要加强和突出的是厚重感；密的横画线平直的，所要展示的是一种和悦感。密的横画为下弧形状的，就是以对抗来淡化冲突感。三个字中都展现得非常的清晰，这简直如同是节制方法中的性比赋。这样的节制法会使笔墨具有天然的影响，自然地就有了表达情感的力量。它好像不是在写字，好像是将每个字都赋予了一段乐曲，一部篇章一样。运用型就是这样认真而又执着地书写，不懈怠一点点。它让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对接于曲项的自然痕迹，距离珠玑，字里节语，看似茫然浑朴，却是积聚智慧。有了这样的精奇骨骼，再在笔墨上多下功夫，让外表富丽起来，书桌又怎能不美？当然，我们在前面一直强调上字头中的长横画，是因为这类结构的字中，它是最长的笔画，占据着最多的面积，起着主导作用，而不是说所有的横画都必然有此功用，还是要具体字形具体分析的。我们再延伸来看这类字的三种不同弧度的长横画，也引导着三种不同的纵向轴线。我用蓝色色块来表示纵轴线，堂字中的上弧线所对应的纵轴线是平行斜线，远离垂直角度。挡字的横画平直，纵轴线是某个点所发出的两条射线，
与垂直角度唯有夹角。当字的这个下弧形的长横划所对应的纵轴线是字内交叉或者相逢的，暗含了冲突和动感，并且与垂直角度基本重合。这一渐变的变化和我们最初所讲的横画之间的渐变呼应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横纵两个方向的变化关系是协调一致的，大约如同律调。对比或者说冲突的关系存在于题记的安排与分隔之中，大约如同音符。将律调和音符合而为一，就成为了优美的篇章。这让我联想起西方哥特式教堂等建筑中大量存在着纵向的耸入天空的锐角和关乎的穹顶，以及东方的寺庙中塔的耸立形状，两者都是为了制造出神圣尊严的感觉而做出的尖松的锐角。这种美的构成和俞永兴运用夹角大小来营造出或者轻松或者庄严的气质极其相似。如果再进一步比喻的话，堂字好比有着台阶围栏的宫殿，一层一层构建出稳重感。当字是类似法殿塔顶的高耸锐角，制造威严不可侵犯。当字则是曲水流章般的那种飞扬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原字，很难明确地捕捉到其中的匠心运石，一切都是那样的云淡风轻、雍容从容，甚至毫无思索的痕迹。这是大普大雅，这是一场赞叹。故知书到玄妙，必知神谕，不可以力求也。本阶段三民课堂内容较多，虽然做了压缩，仍然没能留出时间做临摹示范，找机会再讲再临。再次感谢大家观看，也请继续关注三品名家公众号，共品经典。